下午的五点钟，欢迎您继续锁定东森新闻，我是吴宇舒。来看到昨天暌违四年之后，第25集的《007》电影终于要上映了。最新的预告曝光，男主角丹尼尔·克雷格再度的完成任务，不过呢，他的膝盖因此扭伤，甚至还发生了爆炸的意外。所以男主角也宣布，这是他主演的最后一部《007》。天气冷，来吃新店这家热腾腾的火锅，他们用的是台南直送的温体牛肉，还有温体牛热炒面线烩饭等等，再搭配鲜甜的蔬菜汤头，让人一碗接一碗。日本当红女星新垣结衣虽然出道了18年，但从来没有用过社群软体跟粉丝互动。不过呢，昨天新垣结衣第一次使用 IG 开直播，让粉丝们又惊又喜。更多内容继续在凯英。好，非常谢谢宇舒，也欢迎你的加入。民进党立委的。